主料，冷饭一份，鸡蛋两个，辅料油盐料酒芝麻葱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一小时。备料冷饭、鸡蛋、芝麻、香葱。锅里加油，将鸡蛋打入，炒至蛋液凝固，再将冷饭加入一同炒至，加适量细盐、料酒炒至饭粒松散，再将芝麻加入，炒至出味，最后转小火加入葱花炒至出味即可。这样子一份芝麻香葱炒饭就完成了。烹饪技巧：冷饭有点结团，加点料酒炒至均可将炒饭的松散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